这是一个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地方。曾经的丝绸之路，昔日的驼铃依稀还在空中回响。丰富的石油矿藏，精进的现代科技，让这片荒凉的戈壁长出一座富饶的都市——克拉玛依。一方水土，一方食味。开拓者对这座城市的缔造，一如对美食的追求。吸纳，成长，崭新而不失韵味，在时光中传承、发展、变革、绵延。欢迎大家收听926克拉玛依之声。在近期，十大美食的评选成为了广大听友的热议话题，而最为热闹的非凉皮莫属。作为克拉玛依的名小吃，不仅是小吃了。作为只有60年历史的移民小城，随各地辗转而来的美食极为繁多，可最动人的唯他一样，全城皆知，钟爱不止，克拉玛依凉皮，也是礼遇四海八方的口味洗礼，不断蜕变而成的最典型的乡情。凉皮其貌不扬，不过是面皮爽滑，小料调和，可在这座小城的功夫已经纯青到跨越小吃的门槛，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味道。在任何餐桌、任何场合见到它，都是无比自然、无比熟悉，又总如初恋般怦然心动。只因这碗凉皮延续了三代石油人的情怀，有故事，有味道。